家好，我是 Serena。 那今天就带大家去吃 Happy Hour Oyster 生蚝，然后这家店呢是位于 Campbell， 然后呢星期五六日呢下午两点到五点半呢它都有 Happy Hour， 那时呢它的指定生蚝呢是卖两块钱一只的。满足了，比较肥，比较大只，比较肥，可是差不多。